韵味就不一样。我这角度，哎，我这角度很棒。我看那屁股没有，没有，屁股还是要高。屁股啦，屁股要直起来。我感觉很难。你要屁股往后。感觉来，这拳，这拳，这拳可以去帮忙。哦，帮忙，帮忙。对对，屁股要起来。哎，你连这样尺度你可以吗？就你说的啊，就有东西遮着啊。可是这东西好像太薄了。不会啊，看不到就好了、啊。你是怕冷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这样很美，很暖气啊。薄了，这样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要是我会想要包一只动物，就是会比较有安全感。动物逃走，对，动物乱动，抱动物很难控制，动物乱跑，对，乱抓。跟你讲，你没看过一个这个影片吗？有一个那个老外女生啊。拿一个蛇的，来欢迎，欢迎林林，欢迎，哇，又好，太牛了，哎呦，都自己，林林这个是，这是我2018年就是个人的性感鞋，那个桌历，桌历，桌历，对，年历，这件很厉害，哎呦，好爆哦，哎呦，造型哦，哎呦，哎哎哎，哇。哎、好快、哦、一年就过去了，哦，一整年都开心，哇，哎呦哎呦，星星，这个拍多久？这个只花一天的时间，一天就拍完了，因为只有12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百变天后哎，换12套，哦，这个什么？哦，靠墙这个微醺，这个你有感觉哦？有有，你常在那个剪师模特有请的，这张厉害。哎呦，这个曲线哇，这个这张堪称就是写真界最困难的一个动作之一，要摆出那 arch， 太棒了。林毅，你说就是出写真，你本来不是在你人生的规划之中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会去拍的？因为当初我会接触到这个写真，是因为我有跟几个姐妹，然后去拍桌历。哦，她的姐妹是对。她的姐妹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呦，有拉拉，哦拉拉，还有思菲亚，拉拉妮妮。很贴心，对呀，很努力，可以再敷衍一点吗？不是，这拉拉是在生什么气的？OK， 你们那时候拍这是为了公益嘛？对啊。然后就是因为拍了这个以后，所以摄影师在这跑找去拍了这个。对，摄影师就是觉得好像我的作品还不错，所以就找我就是去拍单飞这样。OK， 就跟出版社合作。是你拍摄过程跟摄影师闹脾气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张照片是要拍那个浪花的，浪花就是一朵朵的，是这张吗？对，就是这一张。嗯，然后因为我们要等这个浪要等很久，因为它有时候浪是小的。嗯，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很怕突然来的水碰到水会觉得就凉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会起鸡皮疙瘩，不舒服。哦，但是我泡澡那个就还好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会泡会泡。突然的，所以你突然的不行，我很怕突然被杀，对不对？抱起来丢下去这样，其实我这张脸已经有点惊恐，就是其实有点害怕看。其实我反应比较慢，我就被泼到了下一秒才变脸，但是因为变脸的照片没有就是存下来，不然你们就觉得很好笑。这在哪里啊？这是在垦丁。垦丁啊，哎呦，对，刚刚那张照片是在你的写真集之中。对，那可以给我们暗黑版的，就是你臭脸的嘛。哎呦，那你拍完照以后心情低落，为什么？其实当下我觉得有点后悔。怎么了呢？怎么了？怎样？怎么这样呢？什么委屈？觉得太露吗？还是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尺度很自己尺度就最大只能到比基尼，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有用那个泡泡借位，然后还有就是用这个浴巾这个毛巾遮身体，然后还有用手需要我们支援当浴巾手替，他们可以当手模啊。对，手替。你那时候觉得太露了。对，然后当下就觉得拍得很不舒服，但是看到成品呢？对，但是一看到成品就觉得成品看到书局什么特别，对，就是这个完成的成品。对，看到当下就觉得因为其实拍得蛮唯美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对，看过成品就感觉很好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当你拍的时候，你真的要信任你的摄影师。因为我摄影师也是女生，那我为什么不信任她？对呀，蛮信任的啦，只是因为第一次就觉得，对，就是说你，因为你看完以后
会后悔啊，我当初如果信任他多一点，你可能出来的东西是更美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我们的我当摄影师，那你现在呢？要信任他。哎呦，你要拍这个写真集，要做一些什么样准备？像我要拍写真之前，我有去学瑜伽，然后跟健身，让肢体更柔软一点。对，因为我的筋很硬。多硬啊？大概就有用不下去，就这样。吞不下去，真的吗？这样，你有要弯腰要夹，对，因为我们要换位置。OK， 那今天呢，那个甜甜说要有一个姿势，你觉得非常正，是什么姿势？我们看。啊，有，因为其实这很难吧？对，因为其实很多现在写真女星的姿势，像都是会。类似这种比较直接，你是要示范的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自己走出来？你坐着讲就好了。我以为你很期待，就想要来表现。这很难呢，你要去蒙拉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就是青稞嫂，他就只能用四个点嘛。啊，你要看那边的。对，我先看他怎么摆。预备去。没有翘那么高了，他两个膝盖都在地上。蝎子功。他两个膝盖都在地上。蝎子功。蝎子功。屁股，你的屁股，屁股要撅起来，屁股要翘起来。营养过剩，先天不对啦。这样，哎呦，有一点自然哦。再一点，再一点，再一点。哎，徐哥，徐哥，徐哥，他真不是徐哥，徐哥身体为了，徐哥，徐哥，正对。哎，我看这个，徐哥路冲，徐哥路冲，刷掉。我尊重你，所以我看这边。我有实体，你不看，你要看重点。不是你这个，这个不行嘛？你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这个动作你做得到吗？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哎呦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让甜甜看一下。可是我穿裙子。我们不会站，我们不会看，对，我们都站这边，只是要看你在那边。对啊，徐哥是不要脸的，对对，徐哥，你已经老到要装不知道，而且你刚乱讲，现在说装不知道，你懂得分辨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甜甜公园老贝贝哦，来一杯去。哎呦，韵味就不一样。我这个角度，哎，我这个角度很棒。哎，那屁股没有，没有，屁股还是要高。屁股啦，屁股要直起来。我感觉很难。你要屁股往后。感觉来，这一拳，这一拳可以去帮忙。哦，帮忙。对对，屁股要起。对，有了，哎，可以，拍一下，可以，哇，这个有，起来，可以，哎。对，太厉害了！我们叫这才对嘛。对对，来，但是所以趴早一点。这个姿势其实我们问过很多拍照的女生们，这个姿势拍完，要不就抽筋，要不然就很酸痛，酸一背啊，腰已经有痛，对不对？这跟那个人体工学完全是违背。嗯，好，哎，你出了以后再来我们这边宣传啊。对啊，我们这边是男人的快乐天堂啊。对啊。